这个是白椒的香椰椒盘。先，我们先在下面把椒给它加好。先加好再端上去吗？先加好，再放到这个上面。放到这个上面啊。这里。用的时候也是跟热椒是相似的嘛，先滚筒转起来啊，转几条，再把椒打开。下面这个就这个呢，就是接白椒的。这个是接白椒的。接白椒的放的位置就是啊。这边水盘这里。水盘要拿掉。水盘拿掉。然后这个。从那边接过来放过来是吧？然后桶要桶半桶吧，对，我们再放那边啊，把它挂到这边，你看这挂到这个机器的这个梁上。看到了，挂到这梁上，对，挂这就可以了啊。在那边我们白椒了就要到，对，就要到那边去接啊，这边接住白椒就可以了。用个桶，对，它这样就不会那个了嘛哈，就要专门拿一个桶来接这个白椒。因为到过做白椒都有个白椒桶的嘛，把这桶就放到这就可以了啊。对，那些还是要回去用。对，继续嘛。OK。